我们走吧，明天游行时候见。真不回家？回去就出不来了。我把你放出来，怎么把我带回去，你就脱干系了？你想得美！一定要去凑这个热闹。这不是凑热闹，国家的荒谬，政府的荒唐，教授学生心知肚明，难道不应该发出声音？ 我把你放出来是不想有聋子关注你，但是这件事儿有危险。危险才好呢，越危险越好。我希望他们开枪往这儿打，我希望死在示威游行第一排。陆书白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也不知道我爱上你什么。 除了你一点不在乎我，你还有什么让我心动的？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死了。我去找我爹。明天祝你一路平安。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。 这是从陆书白嘴里第一次说出愿意跟自己在一起的话，这个小小的胜利让纽兰禁不住心花怒放。陆先生放走了，硬抢的钥匙，俩人一块走，前后脚，我一下人也不敢拦。 舒城，其实想不出，此时如果见到纽兰，该对他说些什么。但他还是鬼使神差般的来了，他无法摆脱对纽兰的思念。尽管纽兰已经直言相告，他爱的不是自己，但他自己知道，他对纽兰的爱，已是。 陆老爷走了，许先生跟陆老爷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叫他跟班的马上走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我哪里晓得呀！他们在门口讲了半天的话，人就不见了。哎，陆爷，哎，陆爷，车来了，你快点！这急什么？这急，东西拿好喽。 我拿好了，哎呦，怎么了，陆爷？那一百块现在洋呢？您是不是给大少爷了？要不就给叔白老爷了？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刚才还在这点地方呢。哎，陆爷，那好好找找。你待会儿上车，快点，快点，站下枪子，快点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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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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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有钱，冲过来！我不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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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爷，不给，陆爷，不给，我不给，我不给，陆爷，陆爷，站住！陆爷，站住！这怎么样了您？钱没丢就行。哎，陆爷，车要开了，咱们上不上？他妈废话，上！哎，陆爷，要不然咱把钱给书本老爷送回去吧？送什么送啊？你没瞅见大少爷生气了吗？回易水徐门，这钱庄啊，往这儿汇一个样。
叔白老爷，叔白老爷，儿子，叔白老爷，爹，你跟叔叔说，我会回去的。你呀，就踏实待着吧，拿着钱，找个房子单住。你跟钮家丫头好好处啊。你脸怎么了？ 上车的时候蹭的，爹，坐下。爹，爹，父亲的话让舒白感到沉重，他知道这支笔。 一定是舒荣让父亲交给自己的。还有这支钢笔，把它交给舒白。只要这支笔在身上，就意味着舒荣在陪伴着自己，这让舒白平添了一种负罪感。而此时，远在香木镇的舒荣也在急切地等待着京城的消息。 是徐先生，找纽兰，坐吧，我正好也有话跟你说。 爱你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爱他吗？这个不用问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我带他回香木镇的时候，你结婚那天吗？ 多年，心里本身就对家里存有愧疚，但是你不该这样。我怎样？还想怎么样？你姓陆，当年父亲视你为己出，待你如婿，我以为你会心存感激之情。 但是你却先弃舒荣于徐门，又到京城来夺我所爱，明明都是你做的错事，可是我和舒荣却连一句重的话都舍不得对你说，你凭什么？你是凭着我和舒荣平日对你的宽纵，你还是觉得徐门书香史家不好意思面子薄？ 有些残醉，再说的差了。纽兰，明天那个陆书白会去吗？不知道。纽兰，你是不是爱上陆书白啊？是又怎么样？ 可是徐教授不是正在追求你吗？听说徐教授还是陆书白的义兄呢。你快点吧，还那么多没糊呢，明天还要用呢。
少小离家，一别经年，回来却是个离经叛道的样子。这句是说你还是说我？我和你并不熟悉，现在几乎是陌生。 你枉读了那么多圣贤之书，就是个不讲道理、没有规矩、胡作非为、不分上下、完全不顾世事的进退人间的亲疏的混蛋。从小就是。因为我夺了纽兰，你承认了是吗？就承认，怎样？我恨你。 我现在要让你知道我恨你，哥，你闭嘴！我不是你哥。舒畅，懂规矩、明事事、识礼数之进退，是你们要打碎的旧文化。开明的新世界，再开明的新世界也要有规矩。 开明的新世界就要有新规矩，规矩是拟定的，说有就有了。只要我们大家努力，就能建立。我这件长衫上留着那些人的血，我不管你们什么新规矩，我也不管你想干什么，总之要干什么，你一个人去干，别搭上了纽兰的性命。怎么会搭上纽兰的性命？明天满街都是枪，你现在放他出去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打算让他一个人去送死，还是打算你们两个人一起去撞枪口？ 政府会开枪打学生。我刚从教育部开会回来，你懂个屁！我保护好纽兰。如果纽兰有危险，我搭上我这条命。好。 从今天开始，你也用不着去我家了，也用不着回燕大。舒城，这是书中带来的，你拿走。 对得起舒荣吗？你最好保证纽兰平安，要不然就算我搭上了这条命，我也绝对饶不了你。一切都已经撕开了，再也没有遮遮掩掩。舒城虽然言语激烈，但舒白依然能够感受到亲人们对自己的包容。 舒城的话再直白不过，他已经对不起舒荣，今后绝不允许他对不起纽兰，这已经成为他天经地义的责任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哪儿不重要，我只是要给你一个偿还的机会。 动静，他不想马上动，明白吗？不是，这关我们啥事儿？大家说我一会儿，你闹事儿，立刻格杀勿论。我们打完，自己可以回永定上前了。走。
我们师大的到齐了，我们南华的也到齐了，我们燕大的也都到齐了。 国事自由亦国事之人，如果要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自己的自由去为了国家的自由，那我便要对你们说，你们争取自己的自由才是争取国家的自由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徐如成快成校长了。可是，今天首都各界联合抗议示威，唯独我们燕大关门闭户，这简直是耻辱！关门闭户。 我们是为了读书和谈耻辱之言呢。徐若成，你是北洋走狗！我今天就要做这样一条狗，我就要在这里死死地看住你们，我这条狗。 我今天就要保护住你们的性命！烈士先生不能白养！同学们，北海的后门开了，大家跟我一起走！走走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回去上课。国难当头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我会回来上课，但绝不是今天。
你们别走，朱德旺，有人要开枪打你们。我们是学生，他们不敢开枪。我亲耳听见的，他们要开枪打你们。哎，你一中人，别理他，赶紧点吧。同学们，军方要对我们开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不怕。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我们却有义务提醒，他们错了，必须严惩旧手，还公道于天下。严惩旧手，还公道于天下。反对内战，反对内战。严惩旧手。少了，家还是一样的大。每月还要照常的清理，像往常一样。每个房子、每个院子里的东西都不能遗了位置。用不着的房子可以关上，但是关上了七天也要打扫一次。以前老爷用的上房谁都不许进去，我会料理的。包括藏书楼还有祠堂，都是我。你们是新来的，以后就听小翠的吧。陆爷走几天了？今天正好是第四天。大小姐，方爷来了。干嘛不早说？我觉着怪怪的，在前厅呢。
就坐这儿，就几句话。说吧。你真的没去京城找陆树白？明天去也说不准。你这话我也听清楚了，一会儿我就去刀家。去人刀家，你就穿这身去啊。我就想不明白，我这人啊，就是死心眼儿，不会绕弯子。我怎么了，长青哥？你先别忙着叫哥，我要是说的话不对，再叫哥，叫一辈子我就硬一辈子。说，我要是把话都说了，要觉着不对，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那咱不能破了儿时的情分。说。看这徐家吧，今不如昔了，田产呢一年不如一年，书童呢也不多了。一个女人里里外外的支撑着一大家子，男的呢倒好了，跑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两家联姻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，香木镇的人都知道。我打小就喜欢你，长青。谁和谁联姻呢？这还用说吗？你昏了头了？我丈夫陆书白在京城。我去京城找陆树白，让他给个准信儿，要么回，要么写封书书。这不明不白的算怎么回事啊？叔啊，咱们不能不明不白的这么耗下去。方长青，你这是欺负我，欺负我男人不在家。叔啊，你疯了？我没疯。我不再说这些话了，以后。我就要迎娶姓刀的媳妇儿，去呀！滚！你让我滚？我让你滚！淑荣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难受。我现在心里是很难受。之前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难受过，都是因为你无事生非惹的。再说了，我心里难受也是要跟我的丈夫陆书白去说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方长青，你听好了，徐门是书香世家，我跟陆书白从小同窗共烛，情投意合，百年好合是同心人，就算是陌路也是知心人。你读过几天书啊？竟敢说读得懂我？你懂我什么？你不过是乡绅、富豪、生意人，竟敢跑到京城去指责书白。别说他气我半月了，就算他气我一生，我也不会跟你有半丝瓜葛的。叔叔，你干什么？我这心里怎么这么难受？陆爷，方爷在咱们家呢。他倒得个空。行，你说的话我都听清楚了。以后你的事儿与我无关。本来就是。
因为徐家的事儿也与我无关。我的心怎么难受啊？回来了，刚子，回头见着少奶奶，不许嚼舌头京城那些个事儿，特别是扭丫头跟舒白的那些个事儿，不能乱说啊！我会慢慢的跟少奶奶讲的。舒白老爷跟扭家小姐什么事儿，陆爷？是少奶奶，您回来了，父亲。啊，对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不急，歇口气再说。啊。京城啊，舒白和舒城大少爷他们都挺好的啊。我刚子，哎，烧点热水，让父亲去去风尘。哎，明天再好好说吧。哎，少奶奶，陆爷，刚才咱们俩说的话，少奶奶是不是都听见了？不说话，你能憋死啊你？我走。这也是你玩的，谁稀罕啊？干嘛发那么大火呀？哥，那个我让你问叔叔的事儿，问了没有？什么？舒城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没脸替你问。那你知道舒龙什么时候进城啊？我想跟他一块儿去看看舒城。你不惦记徐家人，你会死啊你！怎么老了还不讲？哎，你不是也惦记这舒龙吗？人家都成亲了，有男人了。我抽你！我抽你！哥。啊！老公。老公，不像舒城，还是单身呢。嗯，舒荣，以后家里的账我来记就是了。主管的事情已经够让您操心的了，可操的心越来越少了。家里的账也没多麻烦，做好直接就给您。京城那边都挺好的，舒城跟舒白都挺好的，舒白还在京城大学堂讲了课呢。您看见他讲课了？我还去听了呢。他高兴吗？高兴。他呀，从来没有那么气派过。我觉着啊，京城大学堂才是他的去处。嗯。舒白岂是池中之物？易水君子堂的十几个门童不是他的报复。您说的是，可是舒白说呀，他终归要回来的。纽兰怎么样？纽丫头她呀，在京城，我虽然没……好了，父亲，这个是上个月的账，南门外六是母弟弟的胡掌柜的账。这个月开始，我们没有外借，只有内用了。舒荣，要我说呀，咱们蜀馆以后的用度要往下减那么一减。别人家的蜀馆都是童儿交了钱才能上，咱们君子堂可好，请先生贴餐贴钱不说吧，还管童儿一家的开销，这哪是受学呀，这快成济贫了。这是君子堂一贯的规矩。
那前朝的规矩被外边都破得差不多了。父亲，君子堂不这样的话，有多少人来呀？没有人来，哪还有君子堂？胥门总不能闭馆罢了。您说的也是。明儿一早，我带小翠走几天。您要去哪儿啊？既然他们不回来，我去京城。您上京城？嗯。方长青的表白，和老陆不想让舒荣听到的那些话，倒促使舒荣下定了决心，要到京城去亲眼看个究竟。他当然知道，凡事都会有两种可能，不管他看到的是什么，都是他最切身的感受，最真实的结果。他要这样，他必须这样。小翠。哎，父亲，妈，别让你睡了。您看，我穿这件和这件去，好不好？您穿什么都好看。您有事儿？您不是要出远门吗？老陆不放心。特意过来看看您是不是睡下了。舒白在京城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好着呢，他还让我跟您说呀，想您了，想家，想回来。他不是在燕大开课了吗？啊，对。那我去看过他，他就不急着回来了。那个失踪的便衣找到了，不过人已经死了，说是拿钢笔扎死的。什么？简直是愚蠢至极！枪弹下，冒死思维，卖报卖报卖报。竟然是他！师长，少奶奶。这京城可真是热闹，这么多人。近两天让舒白和舒城陪我两个好好的玩一玩。哎，小翠可不敢，小翠啊，还是在舒城少爷府里待着吧。好不容易来一趟。请问谁呀？请问这儿是徐书成少爷府上吗？哎，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我们家大小姐。哦呦，大小姐呀！哎，快快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
我们已经过了，但是失血过多，要静养一段时间。站住！ 陆树白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纽兰放出去？你为什么要把他把门开开？你要是不把他放出去，就没这么多事了。 看尽烟花。